不敢。这招一出来，我一瞅，这家这举办头造吧的，哎呦我的天！还是有你好吃。我来。你让你。我咋了？小时候吃左右，大了就不吃。什么呀，那玩意儿？吃一半。他爸也不吃。你这辣椒挺辣呀。哪个辣椒？这呀。可能是，但是这里不是我说的，没有。哪个也不辣呀？不辣呀。不辣啊？不辣。你盛饭吗？没事。你吃啥都饿了。又长高不少，跟桌子一比，瞅着还长得胖呢。哎，还没长筋儿呢，怎么？还那些？还那些筋，二十斤。也不胖啊，那是怎么高长？没小前胖呢，是吗？不长。不出来了。咋了？你是那点儿啊？那点儿。那天他爸买几个金脑子？哎呀妈！儿子金脑子烤的挺好啊。我觉得挺拐的，完了又记得把数，这玩意儿都吃。啊，他都吃。那乐是中脑子和鸡脑子里面那个那什么人儿。哎，再吃不？那不辣吗？再辣他就不吃了。你俩。可爱吃鸡脑了，姑娘。咱也不知道是咋。不知道是那玩意儿没啥肉啊。吃啥纤维的？你给他揪呢？嗯。我的天！你这一个鸡脑那揪出多点肉来？不受老三自己吧啊，我们大家捡。我刚捡过一趟。哎，吃完了，玩意儿捡完了。明天上班。就到这儿吧，家也搬完了，心也静了，家整一天呢，累的不是累的，就是心忙那种感觉，累倒真不累，你就是这有点那有点，也没有别的累的，就是忙着人，这哎可算整完了，这弄我心了都，拜拜吧。